逃跑了！哎，兄弟，别走啊！这会儿应该安全了。这次我们查了战俘登记，破坏并带头逃跑的人叫雷奔，是个极其危险的分子。俺叫雷奔，从小跟俺爹习武打猎，自从鬼子来以后，俺就参了军。自从参了兵以后，俺就在兵里边是爆破的啊！ 你种的爆破啊！请求你们的追捕。嗨，我们的全力追捕，你们放心。头队蓝队让地，快快地找来！太好了，兄弟，我也不瞒你，我就是这八路军五羊游击队的。啊，我叫萧毅，你是八路？对，这样，跟我走吧。啊，仗打成这样，俺现在只想回家。 回家干啥去？啊！这小鬼子都骑到咱脖子上来了！啊！你回去那是做顺民，做亡国奴。好了，大哥，俺现在只想回家。俺爹娘的岁数也不小了，俺只想尽个孝道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托你们八路去。兄弟，你听哥哥说啊，你跟我上山去，咱们一块打鬼子不好？大哥，俺心一决。 好吧，我也不难为你了。这样，雷文兄弟，往后有什么难处或者想明白了，去山上找我去。行了，大哥，你多保重。兄弟多保重。哎，好会有期，好会有期。嗯，俺走了，走。
蓝队长真是英明，还真让咱哥俩给等着了。哼，小子，你还真他妈敢回家，这不给我们哥俩送赏钱来了吗？小子，起来跟我们走吧。你他妈聋啊，起来跟我们走。娘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坐了坐了，吃饭吧。给你了，你也给我了。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啊，吃完了我再去摘。不吃不吃，你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媳妇啊。这个仇，咱们是一定要报的。
我和你爹是因为头磕在地下的结义兄弟，又是儿女亲家，要给你爹娘报仇，给俺闺女报仇，你就投八路去。不，这个仇我自己报。叔，你下山吧，汉奸不会善罢甘休。孩子，你下山吧，叔。好，你保重吧，叔给你收拾东西去啊。